腾讯游戏拥有全球数亿人次的用户，有着业界领先的游戏自研和代理合作的运营能力。因此，我们通过和腾讯游戏的深度合作，将双方在各自技术领域的优势和专长发挥到极致，彻底打通了软硬件的技术融合，深度优化，全面大幅度地提升了共同的手游用户体验。红魔是一个非常酷的游戏手机品牌，出色拔尖的硬件性能和酷炫的外观设计，圈粉了许多年轻有个性的手游用户。腾讯游戏与红魔的深度合作有着极为一致的目标，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手游用户的体验。红魔游戏手机的硬件性能大家从来都是不需要担心的，除了已经官宣的高通骁龙888移动处理平台，4500毫安加上120瓦的超级快充，我们还在散热、音效、屏幕、触控操作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技术突破。加上与腾讯游戏合作后的深度优化适配，电竞赛事级的测试标准的要求，红魔6的新品绝对值得大家耐心期待。我简单用4个字来形容，非常出色。一直以来，红魔的创新想象力和硬件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们与红魔成立了专门的游戏实验室，这是由双方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共同组成的，针对红魔6新机进行了非常多的调试和优化。目前许多指标其实已经远超电竞赛事级别的要求和标准。